2020立委选举将在明年11日与总统大选合并投票。民进党今日开放立委领表，新北市现任立委包括吴其明、罗志政、苏巧慧、林淑芬与吴秉睿等人皆领表。此外，领表还包括现任议员何伯文、李坤成、李雨点与之前九合一位顺利连任的前议员林秀慧与邱廷尉，皆有意角逐立委。民进党区域立委提名初选于今日开始领表登记，新北市截至今日下午无人登记，但现任立委包括吴其明、罗志政、苏巧慧、林淑芬与吴秉睿等人皆完成领表。除现任立委外，包括现任议员板桥区何伯文、三芦区李坤成、李雨点与先前九合一位顺利连任的前议员中和区林秀慧与三芦区邱廷尉，皆有意角逐立委。新北市党部执行长李建兴表示，依据党中央规定，若同选区有两人以上登记，党中央会先进行协调，若协调不成，则以全民调来决定立委提名人选。突发中心陈威瑞，新北报道看了这则新闻的人也看了，卡位这次卡书资深中天主播发情比进间声明喊话，和东森氏兄弟批国民党拟征召总统选将王金平，长者不仁幼者不义，韩国瑜自比孙悟空赖清德酸，没智慧仍逃不过如来佛手掌心。议员李坤成与党内立委初选开放首日领表，翻摄自李坤成脸书李雨点又于今日领表，有意角逐立委。资料照片抢当好评，有一会员快注册免收费，不注册会后悔，快点我注册 https://tw.adai.ly/ml924upcsu 关键字民进党立委何伯文、李坤成、李雨点。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 有话要说投稿即时论坛。